大家好，啥？真欢喜啦！今天是伫车再去甲大家见面。因为秘书长今天日是伫高雄一场足大诶活动。这个活动应讲咱台湾民政府成立了后第一个军秀的活动地点伫左营。大家会使会记哩，尤其是高雄州的动心，你若无去总部，这边也较近，你就去。这个所在啦，因为我今仔日无倒好去，所以二三啦，我已经去过啊。二三我拄啊伫高雄政府啊审查一个案件，审查了我就叫一个朋友义务甲倒去啦，我去遐迄阵啊，我的朋友甲报主持，因讲我事先无甲讲，伊安尼行这边伊较歹找，怎啊敲电话去甲伊联络，伊讲你落高速公路啦。看旗啊，插旗啊，插这个旗啊，甲插这个旗啊，安尼找就好啦。怎啊，足顺利嘞？都看旗啊，伊拢总插400支的这个旗啊。甲咱一个旗啊，所以这个场面啊是足大嘞啦，所以我今日无多好去，原差秘书长甲讲，毋知我多好去无？我讲时间上啊。咱要上尾节啦，是我的课啦，所以我讲无我留落来好啦，所以这个时间伫遮来甲大家见面，感谢大家吼，我即摆要来补充讲，头拄啊咱班长吼，甲。报告吼，有小啊差别一下。我唔是众议员啦吼，我是参议员，系啦。所以讲有当时啊，参议员、众议员吼，搞无啥清楚。我是参议员吼，伊头拄啊，我听伊讲众议员吼，众议员是咱的迄、那个咱潘良华，可能因秘书长开课了后，第二节就是伊的课，大家课表也得看卖的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是嘿，政治院的院长，咱
对对对，哎，第二节课，第二节课，哎，伊，我甲简单补充一下吼，因为他拄仔都介绍上，伊足拍命，为秘书长去高雄选，主要。秘书长毋是要去选市长啦，伊当然伊去报名要去参选，伊的目的是讲以前市长的竞选拢伫电视咧啊竞选意见嘛，啊伊想讲要用即个参加市长的观念啊，互咱台湾的人民知影即件代志，啊所以。伊才去参选，迄回啊，超工无爱互出名啦，讲一个较歹听，你汪政府无爱互甲正确的即个观念，互咱人民拢知影啦，怎限制啦？伊根本，若伫外口的，毋是伫高雄市内底啊。根本即个信息拢封锁啦，拢无伊的报道。啊，若照讲，若今两三个要去啊，参选人一定有即个参选人的迄个报道啦，些各种拢会记者啦，啊，迄个叫做电视啊，拢会去报者，拢无啦。啊，所以大家都足清楚。因为知影这个是100%正确的代志，都无爱互你知影啦，拢无爱互你知影，拢封锁。啊，咱迄个时阵，咱潘迄个叫做综艺长啊，伊看到这个论述，讲这是正确的，所以一直伫迄个时阵都甲。秘书长啊，斗三工啊，伊本身啊，毋是伫高雄市啦，但高雄市我有厝啦，啊，伊大部分拢伫啊，屏东啊，都即边啦，吼、哦，算讲，差不多拢我伫，因为伊本身，我看。大家毋知，可能较无，即嘛无咧，伊咧讲农业即方面，伊种诶迄个叫做水果，也是所种诶树啊，拢经营了足好咧。啊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做啥物事业，拢爱拍拼，爱投入。啊，甲做好，啊，咱毋才有精神来斗三工，啊，咱即个足大的工程，啊，要甲流氓政府赶互走，啊，无你家己都过袂落啊，你哪有遐有精神？逐礼拜拢坐高铁来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。足钦佩，咱啊，众议院的啊，议长啊，现在我自我介绍较清楚的吼，所以啊，咱班长介绍拢有走进去了吼，啊，大家若要上要。足了解我吼，大家去上人力银行，大家知影嘛吼？人力银行大家知吼，迄、那个上网去哩吼。现在若有手机的人吼，你会使去打吼，你也上网，因为我伫研究所咧教学生的时啊。
我希望我的学生来上我的课，拢爱带笔电来，因为我爱希望我的学生拢爱插笔电来，因为我讲到遐，叫大家都去上网去看嘛，卖讲啊，这个教授讲到啊，嘴角全破，啊，拢无影无一只，我无爱安尼嘛，我讲的代志。拢有根据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要让因去了解，让因去家己去看，培养因后悔啊！遇到什么代志，伊会得用网站先查证。但是哎，我即卖要阁补充一下吼，你唔好大家去看唔到的呢，有诶讲。我上网去看，拢看到咱啊负面的。咱讲，咱是话啊，有诶讲上网台湾民政府啊，都袂使，伊即拢创一挂负面，那个拍入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啦。你莫拍台湾民政府拍出来叫负面的，拢负面，迄就是啥？刘邦政府拢。会安尼做啦！伊现在大家想看卖咧，各县市啊，咧选举啦，有啥物红派啦，啥物黑派啦，哦啊，啥物啊，啥物派，啥物派，拢创两派啦。啊，咱这大家要上网，有诶讲啊，你去看，啊，你去啊做啊网站看卖，讲看咧讲啊，都有诶讲无清楚啊。我哪咧敢讲啊？我不会这样说，我要说 USMG TCG 电 NING， 我要叫他说你就打英文的啦，不然你如果去跟他说、啊、你就台湾民政府、啊、台湾民政府、啊、你打下去、啊、你、啊、都拢去负面，我说、啊、你这个诈骗集团、啊啊、实在这都是什么故意嘛，是不是大家有这个经验？有这个经验的举手看嘛咧，好不好？哦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！恁今仔日会过来，无讲去迄吓者才惊着，这都恁的福气啦。真正，咱吼。在做代志是一卡步一卡的，一步一步。咱伫迄这个所在三年外来，那是一步一步。原早一间教室，啊，差不多百外个，一袂使哩啊，一届来超过啊。啊，两间教室过来，未使阁扩大教室，一个两三百个，即马阁准备一间第三教室，这是啥物？因为咱一般人民都无了解嘛，啊，都无爱互你知，啊，无爱互咱知，啊，咱就是拢靠着。大家啦，回去拜托，搁做两件代志，好啊，好啊。第一，搁去叫大家来清水门照。啊，这确定啊！啊，闭幕式的时候，我才放一个，叫人用咱这张水门镜。现身说法，让恁回去会清楚，不是讲因家己做的，无晶片的，300块、500块，迄拢袂用你啦。咱这地是啥物？晶片的咧，哦，这爱大家拜托去鼓吹啦，哦，因为。
希望台湾人民摕到41万张美国的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要叫咱，要叫啊，这伫遮吼，晶片伫遮吼，大家，这块晶片哈。迄部晶片的吼，迄你20块、30块，那伤贵。吼，咱这晶片的。第二个，要阁拜托大家，第二个就是讲，你的好朋友，你这个信息一定爱甲报，讲来这上课。改变伊个历史观，爱了解整个即个咱台湾的正确的历史。我拢唔知啦，干那话讲，住伫台湾的人，住伫台湾的人，就即个台湾的主权啦。哎，实在去看到鬼。大家想看卖咧，一寡讲伊是学者，拢乌白讲，住伫遮个人，啊，就是有遮个主权。咱也是咱的厝，咱起码都有一个啥，权证嘛。啊，你免来证明你有这个权证。第一步，恁大家无台湾身份证的人，拢没有这个资格谈说这块土地，你有份，你就是流亡政府来的，怎么有份？拿出来身份证看一看，都是什么？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在世界上。消失了，大家也足清楚。啊，是干那咱家咧发送的。就是要拜托，爱拜托大家吼，一定爱安怎？啊，来家受训，才会了解讲，原则爱办这张身份证的重要。因为有这张台湾啊，迄、那个政府所发的啊身份证，啊，你是公民，啊，你就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啦。那要公道啦，你一定爱摕这张身份证的来公道，才是合法的啦。啊，你。你大家想看卖，有诶讲法讲啊，咱住伫遮，着你住伫遮，你都无承认你是即个所在诶，做啥？你都无法度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嘛？你安怎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？我安尼甲大家问就好，你要安怎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？你讲证件摕来看卖。无嘛，所以第一，头拄啊讲，赶紧来办这个身份证。第二，因为办了身份证，咱阿伯啊公道，你就是这张会使公道。其他的人唔是台湾人，伊就是讲，伊讲伊台湾人爱讲，你证明给我看。你若是台湾人，你才有法度来决定这块土地阿伯要安怎去处理。啊，实际上，这块土地就是咱照国际法，啊，照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
写得足清楚，日本天皇爷嘛，啊，这拢唔知啊。甲你讲，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啦，真正笑死人。创一个足够创，迄我你讲吼，足够迄个逻辑吼，我别讲讲四月一号会使骗人，所以四月一号伊阁无安尼讲。伊我看伊这个含义就是讲，因为1945年4月7日是日本天皇实施民主宪法伫台湾，叫咱本土台湾人有参战权，有参政权，所以迄阵啊选三个参议员去东京开议会，选5个众议员去东京开会。啊，这台湾已经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这啊，阿姨讲四月一号是骗人的啦。啊，10月25号啊，讲光复节啦。啊，光复节，伊讲光复节，闹光复，根本，迄是联军办迄个做啥？请啊，蒋介石派军队来接收。啊，这个接收啊，甲你缅甸采集啊，拢是美国的机啊，啊只边啊啊边啊只，迄个做啊车轮牌的迄两支机啊，啊所以讲这很明显嘛，啊但是伊甲你后边讲啊，甲你讲迄天是光复节，现在敢有光复节啊？伊甲你介绍，以前起码无咧光复节啊啦。咱直直讲，直直讲，直直讲，大家直直传，真正见效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真正大家感谢大家来，啊，大家透拍拼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我也讲未完吼，伊人力银行吼，伊讲啊，伊人力银行要安怎找？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伊有一个迄个要做。进入的迄个叫做资料库内底吼，伊人力银行吼，迄阵啊叫做世界华人名人小传，华人名人小传传记里面吼小传吼张文彦，吼你里面吼。伊迄个名人小传内底啊，拍落遐会看到我的，遐我未出生，啊加我啊学校加我的经过拢写伫，伫遐写了，我足清楚啦。啊，若今仔讲要了解安尼头，啊若较简单要了解我的，你拍张文彦，啊张文彦。去雅虎、Google、雅虎和 Google 里面啊，张文彦有很多张文彦啦，啊，但是加两字啦，张文彦教授，啊，我的资料都显现出来，伫遐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较简单，我家己自我介绍就是安尼啊，因为。我认为每一个人应该拢有这个观念啦，人一定会死嘛。我的想法就是讲，要死以前啊，爱做一个较有意义的代志。吼、哦，已经恁大家看我安尼就了解啊，因为。我叫阮老爸，叫阮老母，我
叫老爸，叫学道上，叫啊妈妈，叫卡讲，阿姨叫啊讲呼咪哦，呼咪哦，啊，但迄阵啊是啥物时阵？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。哦，即拢有个人咧甲讲，你即个祖先拢为中国来。我真正回去吼，阮遐祖先吼，以前伫庄卡吼，拢咧坟墓拢咧改建，你知吼，拢咧拢咧清吼，啊那个开放啦吼，啊迄个公墓啊，拢一窟一窟啦，拢咧拆拆咧，啊捡骨捡骨拢起迄个塔内底啦吼，啊我着我去甲看咧。阮遐祖先的迄个叫做啊，黄金翁啊吼，去甲存呢。我看两个啦，啥啥？唐山族啦，唐山族哦。啊，没有找到唐山妈呢。阿公，我是啊，有个人骂我讲，你这个是啊，你们这些。都是中国来的，你啊，迄个做啊，违反迄类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安尼，我来去家己证实啊，看，黄金翁啊内底干哪哈，两个唐山族啊，啊没有找不到唐山妈了，啊，所以，甲林玛丽。所做的啊 DNA 的调查报告很切实，台湾早期的都是跟平埔族的怎么样啊？从大陆罗汉卡尔来，拢甲平埔族的结婚通婚的，所以讲。有的人爱了解，有的人质疑我，他说：“啊，你这个啊违背啊叛，好像说跟叛族了啊。”啊，我就没有找上唐三妈啊。如果有唐三妈的话了，那我认了嘛。所以啊，在学术上。林玛丽啊，做 DNA 的试验，这那是足正确的啊。所以大家爱会记哩，咱拢是本土台湾人啊。当然，有的人的观念认为讲啊，我是汉字乌啊，啊，但要安怎？无要紧，我直接讲。你也来参加，你若爱本即块台湾，为遮要来做奉献，你来申请，阮拢是包容。大家提出台湾啊，即本红的提出来看，红的。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咱唔是一个政党吼，真正咱无遐敖，会晓去创遮。咱是美国甲咱教，一步讲恁来创遮，创你啊来有啊参议院啊通过了后，再来发这个身份证。啊，这拢一步一步安尼做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咱是100%。你那是汉字俄爱第二代，你愿意留落来，你根据这来办，咱啊会接受，咱也拢接受，唔是讲咱要排除其他爱护啊这块台湾的人，无这个。啊，倾向
就是美国甲咱讲，咱这个是美国啊，来来去去三摆，改较好，咱拢送予美国看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回去爱大家拜托两件代志，这两件拢讲了，请身份证甲来遮受训，啊我。再去啊，讲到这，啊，感谢大家。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，谢谢。